就会有一种情绪，每一个人就开心了，对，很开心，跟看别的电影不太一样，好，就准备要去开心一下。你是在台湾拼，好像是人家说这小猫娘本是个美人窝，美人娇贵多。歌是可以重读的，有点像是阅读的概念。你家主人到底是谁？晓得你们城里人有钱，我乡下人。宝贝，好，提供我们后辈人很多养分。忘不了你的美貌，一把琴能有心。他的 quality 不见得特别好，可是他那个情感就，气氛就完全不一样。龙天，哎呀！